这封信写的好，好，哎呀，好，你倒是念呢。你，我不得准备准备呀。你就念封信准备什么呀？说你不懂事儿，你就是不懂事儿。干农活累身子，念字儿累脑袋。去，给我倒杯水。再给我倒一杯。还喝？让你倒你就倒，倒。不是你今晚是舔着研磨子吃的饭？让你倒你就倒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不是你倒不倒？要不怎么说求人气短呢？哎呀，他妈这话一点不假。 碍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接着道去啊！啊，他妈我撑死你个老鳖精！哼！人这一辈子，最金贵的东西。 是生命，不对，最金贵的是这口气，是绷直都不打弯的老腰杆子。你还让我念不念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人这辈子应该是这样过的：等他老了，走不动了。 躺在炕头子上，往回寻思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白活了一辈子而后悔，也不会因为一辈子没干啥带响动的事情而闹心上火。这句说得好，在他临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这样说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 那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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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念书。
麦花，爹呢？啊，天没亮就去地里了。哎，任秘书，您坐，我领您倒杯水去啊。啊，哎呀，这岁数大了，就是较少。来，哎，好。任秘书，啊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啊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有点事儿，啊，这是这样，你看，你狗哥也走了大半年了，我怪想他的。哎哎，他有没有来信呢？他来没来信，您得问邓一家呀。啊，啊，对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哪知道？ 说这狗啊，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我们爷儿俩呀，感情深呐。哎，当初你狗哥要考大学的时候，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。哎，你说让他走吧，我舍不得；可不让他走吧。 还耽误了他前程。哎呀，这些日子我就在琢磨呀，这孩子扑棱扑棱翅膀就飞走了，这一走啊，恐怕就回不来了。我们爷俩这辈子呀，恐怕也说不上几句话了。我想到这些，心里就酸。 任秘书，你是说狗哥不可能再回来了是吗？不，你想啊，那10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那要等毕了业，还不得打破脑袋再抢啊？再说了，城里头住得好，吃得好，他还能回来呀？哎，啊，行了。 不说了，我说这干嘛？说这我心里头就酸的慌。我走了啊。哎，这怎么还带上礼了？我外甥女怀孕生崽子，身子弱。 不能亏了嘴，哎呦，这大舅疼的，哎呦呵，看看看看，这不我外甥小郭吗？嘿，嘿，哎，你说我这外甥这脸怎么这么长？还真是啊，谁呀？真有一拼啊！ 说什么呢？哎，我外甥女呢？小花呢？屋里面伺候着。哎哎，进屋去，进屋去，进屋吧。嗯啊。花儿啊，你怎么了啊？金花，怎么不爱吃食呢啊？金花，大舅来了。队长，坐炕上，坐炕上。花儿啊。 看你大舅来看你来了，来，大舅，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。队长啊，这喂苞米棒子就行，这苞米粒子白瞎了。
咱还能熬碗粥喝呢。哎，让我大外甥女儿尝尝鲜儿呗。您要是能给我生个十个八个子，啊，你大舅舅给你熬一大锅苞米粥，我们让你喝个够。哎，这话俺可替俺闺女给你记住了啊。花啊，花，你怎么不吃食呢？不吃食吗？心疼。看看，哎，这天也不凉，你们这烧什么火炕啊？ 这不怕肚里的小崽子凉着吗？你看那鸡，下个蛋它还得捂着，这猪下崽子不也得捂着热乎点？哎呀，这没文化真可怕，睁着眼睛说胡话啊！这一捂这猪就上火了，上火能爱吃食啊？啊？那个猪上火了，还能下崽子吗？哎呀，上火了不爱吃食，不爱吃食就没营养，没营养怎么生崽子？那生下来也是没肉的骨头架子。赶紧上猴子，你还站着干啥？赶紧把火撤了去！快去！来，妈给你扇扇啊！哎，行，别扇了，刚出了一身汗，你这一扇，不怕受风着凉啊？去，把盆水来。啊，热水还凉水？热水。 行啊，啊，猪的事儿都懂，嘿，没养过还没看过呀。这灯小伙子，看着点脚下啊。嗯。那俺就不送了啊。回吧，回吧。演戏了吧？演戏什么？嗯？演戏什么？啊？当初劝你跟我干。 你就是不听啊！现在好事来了，你能不演气？大胆啊！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！你演气我没什么，可你要演气到了别人，那没准就得出大乱子。出什么乱子呀？哼！早先你不是讲了吗？嗯，养母猪没毛病，我是干了没毛病的事儿，啊？别人能说我什么不是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 你可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！你看，你看，一说这事儿你就害怕。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是爷们儿吗？哦，放心，啊，就算刮了大风，起了大浪，我挡着淋不到你身上。行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呀，还是小心点吧，啊。林林啊，这些日子我又琢磨了点事儿。 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这些日子又琢磨了点事儿。你再说一遍。怎么了你？坏了，听不见了。哎呦，坏了，耳朵出毛病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听不见了，听不见了。哎呀呀呀，哎，耳朵出毛病了，哎，听不见了。张主任，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啊。 我那是大会小会，三令五申，我嘴皮子我都说饱了，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。哼，用你的话说，啊，好，很好，好的很。哎，母猪要下崽子了，哼，让他们先乐呵着啊，等那小崽子出来。 我给他来个人赃俱获，嘿，我告诉他们啊，让他们哭都找不着地方。我倒要看看那牛大胆啊，那时候还能说出这么话来啊？他还能不能挺起他的腰杆子？是，您说的对。文春同志，你呀什么都好，你就是这个腰杆子啊太软了点。 碰到刺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啊，这牛大胆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他凭什么在你们面前啊张牙舞爪的撅腚撂蹄子的？他就是你们的鞭子呀，打得太轻。啊，你要换成我，我一鞭子就撑他的骨头上，他就是肉长好了也得落个疤。是，您说的对。 对。
行，牛大队长，我这人手够，用不着你伸手。马大队长啊，你心都死了，脑袋也木了，整天除了吃饭、睡觉、拉屎、放屁，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吗？嗨，琢磨也是白琢磨，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。哼，老老实实干活。 能吃饱了啊？哎，你别拿话勾搭我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哼，你是腚底下做个猴，肩上背个猴，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，你比猴还猴。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得了我呀？嗯，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个道道来。你看。 这要是弄成了，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母猪的事儿，你还没弄利索呢，你又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了？你看出来没有？政策是越来越松了，我打算分出点地来，单干。小点声。这大招你都敢琢磨，你还要不要脑袋了？要脑袋吃不饱，不要脑袋弄不好，他就吃饱了。脑袋没了，你吃什么吃啊？ 再说了，你能说动那王书记啊？这事儿不能跟他说，那人胆小，担不了事儿，跟他说了没有用。那你就打算悄没声的干？队长，该吃晌午饭了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吃去吧，吃完让他们接着干啊。哎，我说大胆啊，你想的这个事儿啊，可不是小事儿。 这要是给你扣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，那你这辈子就完了。那咱农民的日子就老是这么个过法？实在不成，就找周书记。他现在是地委书记，那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爷们儿。你忘了，20年前咱们跟周书记打过交道。等我找他说说。 只要周书记同意，这事儿就能成。那你真能说服他？要不你想想办法。嘿，我说牛大胆，你胆子可真大，净琢磨天上的事儿。 你齐心啊？你是跟着我来的吗？没有啊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咋就不能到这儿来？你带钱了吗？带了呀，但没带多少，咋了？我想发一封挂号信，我没带够钱。哦，慢点。这是2毛，我这还有8分，够不够？够了，谢谢你啊。 借地，啊，分不了咱就借，借地种应该没毛病吧？嗯，嘿，你还真别说，哼，这书就是没白念呀。甭管是借是分，只要把地弄到手就行。哎哎，不过你别乐呵太早了，周书记是跟咱打过交道。 可那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，可现在呢，人家是地委书记，那官可大了，认不认咱呢还两说着呢。我当年舍了面子跟还原团干仗，他能不认得我？哎呀，咱先别说他认不认得咱们，也别说他念不念咱旧情，咱就说现在。嗯，老话说，官不打送礼的，咱把礼给备好了，给端过去。 那不怕他不开面吧？送礼啊！我这辈子我不懂得这规矩，我也没干过这事儿。我就不信我空着两手去，他能把我赶出来？真赶出来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是能骂呀，还是能打呀？没等你伸手，先进班房了。进了班房，想上吊你都找不着绳儿。我的意思啊，咱先把礼物给备上。
到了那儿看脸子，笑脸了咱就说好话，冷脸了咱马上就把礼物给端上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有备无患。又一帮人理，你说你这辈子啊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就没把你折腾趴下。不是你小子身子不硬实，哼，是你小子满脑子就是歪歪道。行行行行，算我没说啊，就这么着吧。行行行，哎哎，那你说，送什么？不是，送什么是你的事儿啊，我管着吗？怎么是我的事儿啊？这事儿我就跟你们一个人说了，你这还帮我出主意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要是往后败露出去，人家问我同谋是谁，我能说谁呀？啊，我就得说你马仁礼啊。牛大胆，你这是诚心祸害我是不是？啊，你看我这两年日子过舒坦了，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啊，你是不是盼着我早进棺材不成？哼，就是进棺材，咱俩也得是一个棺材，要不隔着棺材板子说话，听着不清灵。哎呦，闹了半天又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嗯，行，我帮忙帮到底啊，要送就送最好的，破玩意儿谁看得上眼呀？咱一农民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咱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认识我了，麦香村的牛大胆儿，呀，马仁礼，哎哎，来来来，喝水啊！这怎么得了，周书记？你看，还让您亲自给我们倒水。你看这话说的，来来，坐。哎呀，仁礼啊，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倒水啊？啊，在这个屋里我是书记，我出了这个门就是老百姓。说想了啊，今天见着你们我是真高兴啊，咱们爷们儿有20年没见了吧。哎，老了，都老了。周书记，您可不老啊，您看您跟20年前还是一样。大胆，这可不像你说的话，你牛大胆是一根铁条插到底不拐弯的性子，老了就老了，咱不怕，老了就怕没精神头，是吧？您真是高屋建瓴，一语道破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当年北平府的文化人那就是文化人，说话用词儿张嘴就来。哎呀，大胆，咱时辰不早了，说事儿。哎哎啊哎。周书记，你要说呢，这眼下的政策是越来越好。今年年初啊，还扩大了自留地，还允许我们养些家畜了。哎，啊，乡亲们的日子哪是越过越红火呀？啊，越过越有盼头。大哥，越来咱好事就不说了，说糟心的事。周书记。自留地是扩大了，可是它解决不了大问题。我就寻思着，这政策还能不能再放松点，把集体的地都分给个人干。只要能让户里干，我保证一亩地能比集体3亩地打的粮食还多。哎呦。光顾着拉呱，忘了事儿了。就是，周书记，你看，这不
我跟马二里啊，还给您带了点东西。给我的。好，给我们拿一只。哎，拿来，拿来。手脚不全就是麻烦人啊！大胆啊！我知道，你说的是一条船，可这地是集体的，怎么能说分就分呢？分了，那就是违反政策。那分不了，那借呢？把集体种不了的地，还有那些荒地，从集体那儿借来，我们自己种。怎么个借法？从集体借地种啊，谁种谁收。等收了粮食，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就是自己的。哎哎哎，这个借字好啊，这个借字太好了。哎，大胆，你怎么琢磨出来的？嗨，我不是没事就坐在地头那儿，掰着脚趾头瞎琢磨呗。哎哎哎，怎么这功劳全揽你身上去了？这个借字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吗？你不是怕刮风下雨沾一身泥吗？眼看着大晴天，我怕下雨干什么呀？那咱们俩不怎么说好的？那我说，哎，你们俩呀，这年轻的时候吧，就是吵不完闹不完，现在年岁大了，还是吵不完闹不完。我看你们俩这辈子没完。周书记，您说啊，要是把这地啊都借了个人种，那社员们还不泼了命的干啊？对对对。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，可是这么干了，那就是违反政策。就怕其他的干部有反对意见。您是担心王万春书记那儿？最好是大家都能同意，就能更好的开展工作。您要是说了话，他们哪个敢不同意？那就是啊，咱不能那么做啊，要以理服人，上拍下压，那不是好办法。那咱这样。你们先跟王书记谈谈，看看他的态度。我这儿呢，再做做其他干部的工作，好吧？哎，啊，周书记，那就太感谢您了。哎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就不耽搁您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等一下，哎。周书记，您这是瞧不起我们？大胆啊，别人的烟我不抽，但是你们的烟我得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可刚才这支烟，闻着香，抽着酸，咽下去苦啊。你说你们买这两条烟，得耕多少地，撒多少种子，割多少麦子，掉多少汗珠子？我周一虎这么贵重的礼，我扛不起。大胆啊！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，你问过我，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？我说只要跟党走。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。30年了，这话就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肉里，插到我骨头里，疼得我睡不着觉。
睡。你看看人家朱书记什么人，那才是真爷们儿的。嘿，你再看看你，还当官不打送礼的，怎么样？给你争出来了吧？长脸的事儿你就往自己脸上贴，丢脸的事儿你就往我身上甩啊！我说送礼你是答应的，再说了，买礼的钱我出一小半，你出一大半，你说这事儿到底怨谁？你不说我能想得到吗？我想不到我能干出这丢人的事来吗？说到底这事儿怪谁呀？行，牛大胆，我可算长记性了，有本事，以后你有事别问我。你这说两句才掉脸子。好了，行了，不说了。哎。哎，又怎么了？真香啊！哎，啊，这辈子就没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呀，啊！我也没舍得。哎，能是什么味儿啊？刚才周书记不是说了吗？闻着香。抽着酸，咽下去是苦的，估计不好抽。你真是，周书记说的是烟吗？啊！我说你真是，年纪越大吧，越来越糊涂，啊，话都听不懂。我还真没听懂。嘿，哎，这盒烟都打开了，这不能放，放干了就不好抽了。嗯。啊，那你什么意思？要不然呢？咱尝尝。看看上道了吧？真是，马仁礼啊，你这辈子算栽我手里头了。媳妇儿，这烟你也敢抽啊？啊，你能抽吗？你这，刚才周书记怎么说的？这是种子，这是麦子。这是从乡亲们身上掉下来的汗滴子，人家给了这么大的面才抽一颗，咱们什么事没干成，你又连抽啊？你要想尝尝这烟到底什么味儿，等着把事儿干成了，我敞开了让你尝。那要干不成，咱就尝不着了。咱们埋着头咬着牙，卯着劲蹬着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就不信天底下有拉不动的你，拼了！坐啊！好啊，大胆！哎呀，我听说你们公社今年这个秋播不错啊，而且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，好，很好，好的，哎，值得表扬。来，喝杯茶。王书记，哎，我这些日子呀，啊，有琢磨点事儿，寻思着呢，跟你汇报汇报。行，你说啊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哎，尽管张口啊，但是你别琢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啊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这不，我们大队啊，提前把活干完了，嗯，大伙闲不住，嗯，想得找点活干。哦，想干点什么呀？我们大队呢，有几块荒地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寻思着呢，把它从集体的地里借出来。
重新收拾收拾，种上庄稼。明年夏天呢，大伙儿也能多收点粮，宽裕宽裕。借？你们这个借是个什么意思呀？啊？而且打算怎么个借法啊？就是借着集体不用的地啊，种点庄稼，谁种谁收。等收了粮食呢，保证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的呢就是自己的。大胆啊，你是大队长，政策的事儿你应该明白。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不对头啊。王主任，什么叫荒地呀？啊，再荒的地它也是集体的。那什么叫不用的地呢？不用的地它就是闲着，也得搁那儿闲着。啊，再说了，你们说的这个什么借啊，这个借说起来好听，但说到根儿上，你们是要分地呀，把集体的地分给个人种，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？只要大家的热情劲儿能上来，多种点庄稼，多收点粮食，多吃点干饭，就是走回头路，那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啊！胡说八道！你这些年没事你就在那胡琢磨、瞎琢磨，每回不都是你在前头拉屎，我在后头给你擦屁股吗？你自个儿说说，我擦多少回了？啊！你没事你怎么不琢磨琢磨，你拉的累不累？我给你擦的难不难？王书记，您消消火。我就当是胡乱寻思了一阵。我走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哪儿想哪儿了。你是不把我折腾下去，你不消停你。摊上你这号人吗？我这个领导我没法干。我就知道王万春他不是个单身的人。这事儿不跟他说还好，说了，弄不好还能给你捅出去。大头，来喝口水。哎呀，知道，还赌气呢是吧？你就是拿嘴说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没凭没据的，不会乱捅的。周书记，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？难办呐。大头，不是我周一虎怕事儿。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干的事儿。你想想啊，咱们地区有多少个县，有多少个大队，有多少个小队，多少人，一个人干，大家都得跟着干。大家干，那么全省全国就都干。谁都知道，分地到户包产到户是条好。是条有理可讲的道，是条乡亲们竖着大拇指的道。可又有谁能挖开这条道？又有谁能扛起这个责任？周书记，这道是走出来的，早走也是走，晚走也是走。早走早吃饱，早走早富裕。大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，行吗？儿子，儿子。家里有人吗？哎，进来了。哟，卖花啊？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。不是，有事儿。公社哥在家吗？不在。一大早就跑出去了，天不黑不回来，就知道在外边疯，我都抓不着他。哦，
那没事了，叔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那你爹呢？在家睡觉呢。这大亮天的在家睡觉？啊，他一回家倒炕上就睡，我叫他吃饭啊，他都不吭声。哦。哎，卖花。